夜色真美，爱在我心里从未有过怀疑，一起跟最美的日落，我天上就是光。我不要李小璐和贾乃亮当年是非常恩爱的一对，纵使离婚闹得全国人民皆知，但依然有少网友希望他俩能够复合。近日李小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和女儿甜心拍摄的爱心合照，引发网友热议。视频中母女两人都是黑色装扮，李小璐一头黑色长发披肩，脸上妆容精致，皮肤白皙，红唇抢镜，眼妆闪闪惹人爱，而甜心同样化妆涂抹红唇，模样也越来越像爸爸贾乃亮了。甜心拿着口红往妈妈的脸上画了一半的心形，而后两人脸贴脸印上了形状，正好拼成一个完整的心。母女俩的合照用作手机屏保，看起来非常有爱。前两天贾乃亮也拍摄了类似的视频，视频中贾乃亮将爱心画在了手掌上，此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十分帅气。李小璐和贾乃亮如此的默契，再度引发了复合的猜想。